Julia， 你自己在写歌，你的场面是什么？画面是什么？可以形容给歌迷吗？我在家里就是我有我的琴在面前，然后我要配一个饮料，一般是柠檬红茶冰的，谢谢。有来指定，指定什么是柠檬 tea 呢？对，然后要甜甜的那种，还要加糖的，一定要有糖。OK， 激发一些灵感。我就盘腿坐在我的椅子上，盘腿坐的，盘腿坐，然后有琴，然后有电脑，有麦，然后喝着我的茶，就差不多有就可以了。对对对，哇，然后这画面很生动的哈。哎 ，Julia。这个长腿盘起来不好盘呢，像我们的短腿很快就盘起来了，他那个要绕很久才绕得起来，这样。啊，卡北麻还有哈，你不会麻吗？坐久了？不会啊。哎呦，我觉得那样蛮舒服的。哎，说不定他创作很快，马上就出来了。对，我一定就是可能前五分钟到十分钟我就会写出来选。漂亮。然后后面我就可能就 let it go， 就不要再动它了，因为我觉得最自然出来的东西是最好。太好了，有这个柠檬红茶，然后有琴。然后再盘个腿，写完就有钱啊！太棒了，而且才十分钟，好好好赚，好。